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化简这一题啊。这个都有四分之一啊，二分之一的平方嘛，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的平方，这个都有四分之一可以抽出来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两项哈，把它给合并，根号七加根号三，平方加上根号七减根号三的平方了。然后这一个哈，减掉多少呢？根号七加根号三乘以根号七减根号三。好，然后这个哈，这是 a 加 b 的平方嘛，这是 a 减 b 的平方。这 a 平方有两个 a 平方啊，所以这个是两个哈 ，a 平方是七，两个 b 平方是三，它交叉下2 ab， 这负2 ab 就消掉，就没有，就是这个。那这个呢，是 a 加 b 乘 a 减 b 嘛，就 a 平方减 b 平方。七减三是四，哦，七减三是四，所以这个是四分之一哈，它乘以多少呢？这是十嘛，十乘以二，二十啊，减四，所以这四分之一乘以十六啊，等于多少呢？四一四，四十十六啊，所以答案是四啊。